第十六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国宴彩色出炉，甲有关有创四季温室龙泉的工艺之光哈密瓜、酷咖兄弟黄石雕甲白虾等三项龙气产入选。国宴宾客伫餐桌上就会当品尝到工艺优先的美味。酷咖兄弟是嘉义县布袋镇樟树水产养殖有五十多年经验的业者，主产卖是沙白鱼甲白虾，即次成为国宴，原味纯粹，气氛生态鱼黄石雕，主角的黄石雕是伫引进海水的过程当中，走入去鱼温的，属于肉食性的鱼种，嘴较细，会食池中的小贝类。所以是在生态池当中天然生长的鱼，鱼肉滋味就特别的鲜美。另外，酷咖兄弟的白虾也入列成为国宴在地十斤五大族群代表小食当中生鲜虾的食材。我们家优先哦，这次有入选的三样国宴的这个产品哦，包括就是我们邱家兄弟，他有这个黄鳍雕跟白虾，还有我们嘉义极光。那邱家兄弟他生产的这一个黄鳍雕跟白虾都是生态养殖，符合我们友善耕作，而且他取得这个国际的验证，然后他以生态养殖的这个方式去生产，获得我们广大消费者的一个喜爱。那另外嘉义极光是我们嘉义创立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这个瓜果，然后那我们不同于一般我们市面上看到的哦。那我们这一个嘉义极光，我们这次也很高兴入选我们的国宴的这一个水果。然后我们这一次在整个新加坡的一个展览上面，我们也获得新加坡他们非常的一个赞许跟喜爱，邀请我们把这个嘉义极光外销到新加坡去。那未来来讲的话，我们期待国人都能够品尝到我们嘉义极光的这个优质的农特产品。国宴顶冠也将享入国际台湾水果捧上桌，其中上火红的名称，就是属于来自嘉义县的嘉义极光哈密瓜。嘉义极光吃起来清脆爽口，甜入鼻呀，也佫带有芳芳的焦糖芳馈，是近年来水果市场的新宠儿。伊的高人气，会当讲是连馆长翁章良也爱排队预购，因为嘉义极光的产期真短。每年只有春秋各四礼拜时间产出，栽培管理难度高，需要农民的用心照顾，育成率只有三至四成，所以特别珍贵。创四季温室地方的嘉义极光会当入选国宴名单，对农民来讲是一大肯定。新新闻中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Thank you.